OPPO 与夏普签订专利许可协议，结束全球诉讼。10月8日消息，与今天宣布达成交叉许可协议及合作协议，涵盖了双方终端产品实施通信技术标准所需的全球专利许可。同时，双方也将结束自2020年以来在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专利诉讼和争议。 OPPO 坚信研发创新的价值，并且高度尊重倡导合理利用知识产权，建立健康的知识产权生态。2020年4月，夏普表示已于4月1日在台湾地区对 OPPO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，该专利涉及一项 LTE 无线通信技术。夏普认为 OPPO 在台湾地区销售的智能手机侵犯了其专利。